take me back, oh. Oh, those were the times, oh. 没错，我们这次要来拍大家一直很想看的水下婚纱。水下婚纱哦，今天就是会有两组的摄影师会帮我们拍照，感谢我们的朋友都义气相挺。等一下呢，我们会先由那个景会先帮我们拍水下婚纱，是用自潜的方式拍。那下午呢，是我的人鱼教练阿仙，他会用水费的方式帮我拍水下婚纱。他们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摄影师，我们再期待一下吧。啊，这个水温非常的冷呢、啊。为什么每次来小琉球都这么冷？啊，超级冷。还好吗？冷吗？不会，你觉得还好？快冷死了。Earth's worth falling for. Oh, and with open arms I'll carry yours. Come, rain or shine.I'll cover you up and calm the skies As long as you are mine I'll be there when you need me You can count on it 我们完成啦，很快速的结束了这一小块，冷死了。呼吸准备的时候都在抖，真的超冷的。所以警觉我们刚刚表现，其实我觉得还不错。真的吗？真的呀、啊，因为你们有拍，我觉得我很烂。因为你们一开始在练的时候，我其实有点紧张，就想说，怎么会不会就是会卡卡的？可是后来你们其实，在水里只要平压过，就都蛮顺的。对，然后有拍到好看的照片。我会超紧张，因为太久没有自潜。好啦，我第一潜下去的时候。然后我超紧张，然后平压什么空气啊什么气都不足，然后我下去之后，我要上来的时候，他要拉我下来、欸，我就快点把他手甩开，我就快点上去。就被凶啦、啊？我没有凶。好了，就期待你的照片。好。谢谢设计，感谢，爱你。谢雨丽，谢谢雨丽跟我们的翔翔当街户。好，那我们要转往下一个阵地了，拜拜。好，现在化妆过程中跟两位讲解一下今天的内容。好动作者，好，我会是走最后一个人。他们的那个东西的那个。咬嘴会很长、嗯，所以他们会先退到摄影师的后面。我在你们旁边，啊，跟你们讲，代表一切都 ready 好了。这时候你只要拿掉它，跟表情，笑，眼睛打开，好，就好了，好，好，所以我们等一下来演练一下动作。好，等一下呢，我们先就是拍第一个画面，就这样。啊，但是你千万不可以看着盖瑞。你刚刚有心动吗？你刚刚有心动吗？我觉得你眼睛很漂亮。你现在在撩吗？因为你眼睛有我。陪着你现在在跟我撩撩我先生。我们今天的化妆师是 Summer 是很专业的化妆师。你是主要做水膜的化妆吗？还是不算？我是认识阿仙之后就才做这个，才开始更研究这一款。那你有觉得就是水里面的模特的妆跟陆地会差很多吗？其实差蛮多的，你在事前的定妆跟事后的定妆都很重要。对，所以等一下可能会让你有点稍微不舒服。OK。因为等下会有一点酒精的东西会喷在你的脸上。OK。要做一个定妆，它会有。形成一个薄膜在你脸上。所以我们今天用的化妆品基本上是环境友善，然后海洋友善的一个彩妆。因为我们就是玩水的人，然后我们都会尽量不要去就污染我们的海洋，这样。所以 Summer 他这边很用心，就都是准备环境友善跟海洋友善的化妆品。现在换 Gary 化妆。欸，我这两天被化两次。对啊，昨天也被化，今天也被化，超不习惯。可是我蛮喜欢被化妆的。真的吗？因为就很舒服，然后就有人在按摩你皮肤，然后讲睡觉这样。对。对啊，现在要昨天是化到睡着。
超想睡。然后那时候因为还有发型师嘛，就昨天发型师会先帮你按摩头皮，我说 Oh my god Oh my god 要睡了，太幸福了吧。来，我们现在要穿我们的那个，这是盖瑞的婚纱，盖瑞的，凯西的，凯西的，讲错的，这是一个前短后长，等一下会卡住，很尴尬，不会不会，等一下如果卡住就帮我删掉那个线索。等一下我看一下这个婚纱，侧面看比较，其实比较好看，谢谢，得到一声赞叹。超紧张，我会一直讲话，就代表我很焦虑。等一下呢，我会趴着这个浮球，被阿仙拉出去。Harry 紧张吗？我们才过大概两个小时，我们又泡在冷水里面。现在老实讲，我紧张。现在老实讲，我是比较冷。没面镜，你可以。不是，我会冷现在。你会冷啊？我还没考虑到后面的问题。OK， 好。我现在是考虑到我现在会冷。好，我们等一下就努力加油。我们刚刚拍完水下婚纱，然后真的是一个抖到爆的一个婚纱。老实讲，我下去之后，我觉得两件事情，第一个是我很 respect 任何的水模，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屌，就是我第一次体验到，就是真的当一个水模，我才知道原来有这么辛苦。然后第二个是我真的觉得 Gary 他很厉害，因为老实讲，连我自己就是已经潜水潜这么多年了，我都觉得很可怕。其实超恐怖，那个恐惧感真的蛮大的。可是恐怖在哪里？因为恐怖就是你下去的时候，你要把你的面具摘掉，所以面具摘掉，然后你又没有挖鞋，然后你的配重是非常重。恐怖起来，请问一下，你没有什么安全措施，你就只有一个呼吸管可以呼吸。对啊，而且就是在水下没有面镜，然后你吸气那个气就是泡泡起来，它就会一直在你的脸上这样啪啪啪啪打上去。其实眼睛周围是蛮不舒服，鼻子也会很不舒服。可是你要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在水面待可能30分钟、40分钟。但我觉得刚刚很厉害的是，他们就是在水里面表情切换超快，一拿到二级头的时候，然后眉头稍皱，然后一拿掉就这样子。周围在发光一样，对，发光，差不多是这样，而且超冷的，我拿到是这样，对，很抖。我觉得哥的表现哦，我觉得其实就是除了他真的可能体脂很低，然后他抖真的是越抖越厉害，越抖越厉害，然后因为冷的话会让你的呼吸变得越来越急促，对，然后气会越来越短，但是除此之外一样。他也是二级头拔开之后就切换那个深情款，深情款。阿子呢？你又就是照顾我，你觉得从一开始可能有点紧张，但我们在水面做完练习之后渐入佳境，然后下去之后，其实他开始抖的时候，尤其他跟我比他没气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小孩需要我，然后我就赶快进来了，然后人家抱着他，他都会阿子都会就是抓住我的手，然后我就觉得很有安全感，就觉得哦我不会沉下去，我也不会浮起来，反正就是有一个人在。我觉得真的，如果你今天要水深，最好你的介护还是找你认识的那些比较专业的潜水教练。而且他们有让我们先在4米先做一次，没有，其实我们在水平面，我们在水平面就已经先练习过一次，然后在4米又练习一次，然后再去比较深8米，对，所以是循序渐进的。今天最深只有8米，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如果你这一辈子都还没有近视过的，真的要考虑。像我都没有近视过，然后突然间叫我把面镜脱掉，什么都看不到，看不到感觉像什么？哦，这个看不见，看不见，看不见，看不见。好，那我们最后我们的摄影师，刚看到你就在那边移动来移动去。对，我觉得很棒的是你们的表现比我们其实原先预期的好很多，好非常多。因为我们原本想说可能会遇到很多状况，结果发现其实是可能例如环境，像刚刚可能流啊，虽然你们动作都有做好，但是你们在做的时候可能就会一直飘来飘去。对，但是我觉得你们很敬业，就是拿掉呼吸器的时候，表情就直接对。
有吧？有吧？有效吧？动作直接出来，有效吧？你们有没有拍几张他们咬着二级头的照片？有，我有看到他们那个比较真实的紧张的那个照片，可能连我们的表情都很真的。对，我们在放。这是一个很难得经验，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屌。感谢各位，谢谢你们，一线婚纱，对，成功，再见，谢谢，谢谢。